同学们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副业管理第七讲次，主题是如何提升顾客服务。那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企业管理系的严瑞彦严老师。好，张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好的，那么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单元的一个学习目标，就是如何来建立伙伴关系。首先说明一下今天的课程摘要。那本单元首先要说明的是如何与顾客建立伙伴关系，包含了服务人员个人特质，还有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以及呢如何每次与顾客的相逢都可以建立和睦的关系。那这包含了如何展现你对顾客感兴趣，以及啊解析顾客的风格跟顾客的一些个人的一个个性。首先我们来介绍第一个部分，就是建立伙伴关系。那建立伙伴关系涉及到个人的特质，服务人员个人特质跟服务人员相关的技术能力，好，那么沟通技能啊，好，个人性格跟解决问题的能力呢，这些呢是可以促使顾客呢再次前来光顾的。如果你具备积极的一个态度，较强的一个交际能力，哦，专业技术跟诀窍，那么就可以跟顾客来发展长期的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么以提高啊顾客忠诚度，增加信任，还有提升这个销售量。那如何来建立良好的顾客关系的一些秘诀是什么？那良好的顾客服务啊，可以让顾客愿意再次购买。那你的目标呢？哦，就是为了要取悦他们，让他们传递正面的资讯跟印象呢给其他的顾客，那么让其他顾客呢也可以尽可能尝试你的产品或服务，也能够增加再次购买的次数。那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销售人员，那你可以卖任何东西给任何人，但是呢，你是否能够成功的将他的产品呢再次这个卖给他，那可能就要决定于你跟顾客关系的好坏了。那么建立顾客关系的真正秘诀是什么呢？顾客对你的评价判断是基于你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你说了什么。如果你说哎，我们下周三啊会有人来家里安装这个新的无线网络，那么请确保这个安装的行程啊可以达到预期的一个计划的进度，否则你就不要说。那对顾客的承诺也必须要做到，否则呢就会破坏呢顾客对你的信任感，那么后续的关系会如何呢，你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所有的公司都会争夺顾客的前来消费，那你对顾客的所作所为呢以及关系的建立呢，就决定了顾客呢是否会继续再回来消费，或者是呢就被你的这个竞争对手呢拉走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建立关系的一个特质。那展现积极热情的一个态度呢，可以吸引顾客上门消费。那对待顾客呢要有耐心，尊重对方，专心聆听，哦，这样他们下次呢就会再找你来帮忙。那么多使用请、谢谢或其他有礼貌的一些词汇啊，有助于跟顾客进化，还有呢成这个变成这个我们产品的一个支持者。那例如呢结账找零钱的时候，可能你不小心掉落了一个硬币啊在柜台上，那你一句简单的对不起，哦，就可以区隔出你跟别人的不同。那不只会呢这个专注在销售上面，你还会来关心顾客购物的一个过程的体验跟感受，那么试图呢将你的服务啊做到超越顾客的一个预期。接下来就谈谈有关技术的一个优势方面。那客户服务呢代表着若具备有这个技术优势呢，是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拥有良好的可能像是电脑技能、数学运算能力，那就可以大大提升你的一些技术优势。那像是电脑技能呢，现在目前许多顾客的服务啊都需要用到一些电脑的一个技术能力，那么管理一些多线的一些电话的电子交换机，在网络研讨会中存取一些资料，传送一些资料，还有操作像顾客关系管理的一些软体，操作电脑收音机跟这个消费额，那么使用文字处理软体来撰写一些书信或企划书，或者是像从顾客资料中啊，输入和检索顾客的一个名字、地址或者他偏爱的一些产品或服务。第七呢，就使用试算表软体啊来管理一些数据。第八呢，可能就是像浏览一些网际网路跟查询一些资讯，或者是呢
要这个绘制啊，一些软体制作的一些传单啊、小手册。那么在数学能力上呢，客服人员呢有他基本的一些数学能力，那甚至对于某些行业来说呢，要具备更高等的一些数学能力。那么许多业务啊，那么业务代表接到这些订单的时候呢，要计算它的金额、折扣、估价、说明一些交易的款项跟总价，甚至你要分析复利啊，确定贷款金额啊，分析这个顾客购买意愿的一个调查结果，客户服务代表呢应具备的一些数学能力，这样呢的顾客啊，我们才敢相信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数据。再来我们谈谈这个有关于如果你产生一些负面形象的时候，你该如何来管理。那网际网络具有强大的一个资讯传播的一个功能，那特别是对负面的一些不满意的服务或者是不良产品的一个抱怨呢，就也很容易啊，透过这个部落客啊、 YouTube 脸书等这些社群软体啊来散播出去。那它影响力就是很惊人的，有时候呢并不是大家这个有一些不清楚的资讯来源或正确性，那但是呢也会习惯的就提供给大家分享，那这样会破坏一些声誉。所以要保持我们企业的声誉呢，除了管理自己的一个社群软体之外呢，最根本的方式要在各个业务领域啊提供优良的一些服务，如此啊才能够建立公司跟顾客之间良好，维持一个很良好的关系。再来就是要开发你自己本人的一些能力，特别是一些现场服务人的能力。那这部分呢，我们请严老师呢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好，谢谢张老师。那么关于开发我们的能力，无论说我们从事的是哪一种职业，那么都需要呢有为客户提供服务。那么越是具有强大的人际交涉能力和技术能力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所以下面呢，我们就会谈到一些建议啊，可以给同学呢做参考，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关于说专注我们自己的一个倾听的技巧啊，因为具有这个倾听能力，我们来服务客户的话呢，会比其他业务呢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相反的，如果说客户的服务人员呢缺乏这种倾听的能力，就很容易呢产生误解。因此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听力技能呢，是需要持续练习的。那么第二个呢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强化电话的沟通技巧啊。那么整通电话的谈话结束之后呢，顾客能够满意，这个才是一个好的电话沟通。因为我们看不见对方，所以呢很难用肢体语言来解释客户对于问题的一些看法或者是疑虑，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好的电话沟通技术，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增进跟顾客正面的一个感受。那么第三个是持续的加强刚才张老师所谈到的数学的能力啊，虽然呢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先进的数学运算工具啊，可以用于回答客户各种相关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客户呢要求一些数字来进行解释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整个计算的过程是怎么样，那么我们的客户服务人员呢就应该要有这个能力呢来做回应。如果你是服务于投资理财部门的话呢，可能需要上一些更高阶的一些数学课了。那么第四个建议呢，就是我们最好还是学习一些心理学啊，因为每一位客户呢都是一样，需要被理解、同情、关注、信任和尊重的。那么我们透过学习更多的心理学的一些技巧呢，使用简单的一些概念啊，可以加深了解公司客户，并且呢提升顾客的忠诚度。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透过理解客户对于某一些特定状况的反应，可以使得他们的一些愤怒或是激动啊加以冷静。那么学习呢处理比较难以应付的客人，可以降低我们自己的一些工作压力。那么第五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可以善于使用一些应用软体啊。如果说我们都会使用一些客户资料库啊、顾客关系管理的软体啊、绘图软体等等啊，这些其他的应用软体，那么就可以使我们呢在一个企业里面脱颖而出啊，因为你就可以提供一个令别人依赖你的一个技能
啊，这个是有助于你的升迁或者是加薪的机会。那么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文法或者说语义的一些表达。那么所有的客服工作呢，都需要具备有说跟写的能力啊，必须清楚地把我们的意思呢表达出来，那么让客户呢明确地知道啊。如果说你用错了一些语义啊，或者说是有一些错别字啊，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效果。那么第七个建议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增强人际关系的技能。那么我们经由参与一些人际的活动，比方说我们可以参加一些球队啊、俱乐部啊等等活动，来提升我们跟人接触的一些机会跟接洽的能力。那么能力的提升呢，就是透过不断的练习，那么把握每一个跟人互动的机会啊，这个是可以增加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能力。那么第八点呢，就是提升沟通与问题解决的能力。那么我们往往呢，可以在求职网站上或者是报纸分类的广告上都会看到真人条件啊，其中常常都会注明一条，就是善于沟通与问题的解决。那么这个对于客服人员来说的话，这个能力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我们严老师的说明。接下来我们谈谈如何呢，在每次的相逢都可以跟顾客建立和睦的关系。那积极的一个正面态度、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呢工作所需的技术能力呢，是有效提供顾客服务的一个基础。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如何在信任与良好的感觉的基础下呢，跟顾客发展友谊，也就是融洽和睦的关系，或所谓的一个伙伴关系。那么跟顾客建立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商业技能。那么几乎所有的产品跟提供服务呢，都有数百或上千的这些供应商。那有很多时候呢，顾客呢是否会向你采购，还是向别人下订单？那它的原因呢，常常在于你跟顾客关系的好坏。那么这里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啊，关于如何来建立和睦关系，哦，有几点。第一个呢，就展现你是友善的；再呢，就展现你对顾客感兴趣；还有呢，就是要谦虚，不要太武断。那么依顾客的风格调整呢，来做这个应对的说话态度跟方式，还有对顾客的需求要提出反问，并仔细来聆听。再来就是要诚实说实话。那么当有问题发生的时候，要承认，并且呢要能够回应投诉。再来就是要迅速而且彻底的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还有呢，要欢迎批评，并把批评当作是一个学习的经验。再来呢，如果顾客的问题呢超出我们客服的这个权限范围呢，应该要寻求主管的一个协助。然后我们来谈谈如何展现你对这个顾客感兴趣。那么一个热情的微笑、目光的接触、很热和乐助人的一个态度呢，可以向顾客表示他们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呢，要与顾客呢建立一个稳定的、持久的关系呢，就需要一些其他辅助的战略了。那我们可以鼓励客户谈论他们的自己的兴趣啊、工作啊或家庭，并展现你很感兴趣的这个态度。那么在这些谈话里面呢，客服代表要记得客户的这些生日期呀、啊、出生日期、孩子的名字啊、顾客晋升的职位啊等等，并将这些记录呢，能够把它这个记录成一个文件。那么当你下一次在见面的时候，你可以问顾客：哎，你那个小孩子在上次讲的在夏令营他表现如何啊？那钢琴课上的怎么样啊？那其他的还有一些方法呢，可以来用来表达你对顾客的感兴趣。这部分呢，我们请严老师再帮我们说明一下。好，谢谢张老师。啊，那么下面呢也是提出一些建议啊，给同学作为参考。那么比方说第一点，就是对于问题呢，我们要及时的做出一些回应，并且呢提供准确的信息，来征求回馈意见，以确保啊说我们呢是满足了顾客的需求。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处理完了顾客问题之后几天我们最好呢是用电话或者说电子邮件来做一个后续的追踪。我们可以询问顾客对于我们公司的服务是不是满意。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寄出了一些产品资料给客户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供一个短文来作为个人的辅助说明。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呢来答谢顾客啊，并且点出公司哪一些产品可能是他们会感兴趣的。第四啊，我们也可以不定期的邮寄一些顾客感到兴趣的论坛或者是报道给他们，并且呢附上一个短文
啊，说我想你可能会有兴趣啊，然后呢希望你多多的指教。第五点就是定期的跟客户联系，告诉他们产品相关的讯息啊，比方说我们会有一个新产品的发表啊，他们可能会喜欢，或者是说呢我们公司呢在什么时候要举办促销活动，那么询问他们啊是不是要进行一些产品的订购等等。如果说客户出现的时候呢，你的手头上正好有一些事情在做啊，不要说不理他而自己呢自顾做事啊，那么要向客户呢说明说我现在在做什么，请他等一等啊，虽然说谈话可能会降低你的工作速度，但是呢可以让客户认为说呢他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送一些顾客呢会用到的一些试用包或者是免费的赠品啊，这可以让顾客呢感觉到说你有在想到他们啊。那么第八点的话呢，就是在顾客的特别日志里面，比方说他们的生日或者说是结婚纪念日，我们可以寄上祝贺卡片，并且呢附赠一些招待券啊，让他们夫妻呢同时都可以参加一些相关的活动。好，谢谢尹老师说明。那接下来我们再谈谈下一个重点，就是如何来做好务必说实话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在顾客关系里啊，如同你在所有的生活中一样，诚信呢是建立信任最好的方式，诚实呢是巩固顾客关系的重要黏着剂。那么这个会有你平常的行为来展现，包含了你做了什么，你不做什么。客户在想与他们信任的公司来做生意，那么如果他们感觉到你不老实，那么将失去了他们对你或对你公司的一个信任。那么借由表现出你的能力和信任，才能取得顾客对你的信任。那能力呢，是指你能把事情做得比竞争者对手还要好。那这常涉及了你对顾客需求的了解呢，以及公司产品的知识的一个程度。那信任呢，指的是你的个人的一个性格、正直、诚实性等等。唯有说中真话，那么客户才会相信你的一个信用。那在客户还没有对你产生信任之前，不要奢望客户会对你忠诚，不要对你，也不会对你很诚实。那么客户呢，如果担心你只想从他们身上拿到好处，就是不会与你分享讯息的。但是呢，如果客户信任你，那他们会更倾向于告诉你如何满足他们个人的一个需求。那么关于如何这个展现诚实，有一些这个做法，我们建议如下，就如何呢在这个诚实跟信任的基础上呢跟顾客建立一个关系，有一些做法。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倾听，那这是建立这个顾客信任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要立即回电话，要言行一致，让客户呢相信他真的可以依赖你。第三，借由无私与奉献，那么展现你真的关心顾客，并把焦点放在顾客的跟顾客的需求上。第四，如果你不知道问题的答案，要诚实告诉顾客，并向顾客说你会尽快去查明确定的答案后，然后快速的回报。那么这样子一定要确保你确实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整个流程。第五呢，就是务实地答应所完成的一个事项，说到就要做到，不然呢就不要轻易的答应啊。当你明知货物可能周五才会到，那你就不要承诺周四交货。那么在承诺一件事之前呢，要先确保你有办法来解决它。第六，当你知道货物会延迟交款，要立即来这个通报客户，以便让他们有时间来做因应跟一些调整，而不是毫这个措手不及、毫无准备。第七呢，要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勇于承认错误呢，可以得到更多的信任，因为客户体会到你的诚实。那这些这个诚实应用呢，在特别是在这个见不到面的网络上面呢，那也常发生。那有关在网络上面的应用呢，我们请严老师再帮我们说明一下。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商业上的网络世界的内容啊，它不是针对你个人啊，但它又是一种大众化的一种资讯工具。那么我们不可能与顾客呢真正的面对面来谈一些事情，所以呢，这增加了我们在做服务上的一些困难度啊。那么为了建立跟客户之间的一个良好的关系呢，我们在网络上面啊需要做更多的一些交流跟努力。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
我们在上一回我们在网络购买产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一个经验。那么不论是金额的大小，我们通常呢会先搜寻或是阅读网络上的一些评论啊，或者跟网站的联络人呢直接联系，请教他一些产品上的问题。那么你的采购决策呢，可能会受到其他客户使用评论或者是线上客户服务代表的一些影响。网络上的潜在客户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啊，那就是他们想要知道说你的公司呢是否能够提供他们优质的一个产品啊，所以呢就要想办法来帮助客户觉得他们相信你和你的公司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尝试下面五种不同的方法呢，在网络上面我们好建立起跟客户的一个信任关系。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认识你的顾客了啊。回应顾客的时候呢，要使用一个适合他们的一个称谓啊，比方说先生、太太、小姐、博士、教授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快速的回应，并且提供一个具体的援助。你的顾客呢，使用网络呢，就是要节省时间啊，所以呢，就一定要很快的，而且呢，很具体有效的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第三个呢，是展现专业的知识啊，就是我们要展现自己呢对问题一个专业性，那么可以增加你这个产品或者说公司的一个附加价值。那么第四个就是跟客户的连结跟互动呢，要基于个人层面上，在你的部落格或者说 LINE 上面啊放上你的照片，这可以让客户知道呢他们是在跟谁联系，并且加深印象跟信任。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我们保持信任的关系。产品出售之后呢，关系不可以说就此中断啊，除了要做好售后的服务呢，也要让顾客多了解你啊，喜欢你。如果你售出来的产品使你的客户得以受益啊，他们就会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啊，关于你跟你的公司啊，你的服务相关的一些讯息。那么客户呢只会推荐值得信赖的商家或是业务代表。那么如果说你的产品或者说服务让你的客户的工作生活感觉更加的舒服便利，那么他们呢就会帮你说好话。相反，如果他们不信任你，他们是绝对不会把你推荐给别人的。好，谢谢林老师说明。再来我们谈谈这个广告的一个真实性。那么社会上普遍要求诚实的商业活动，法令上也明白规定禁止从事不实广告的一个行为，所有的广告必须要是真实，业者必须为他们的广告行为负责任。所以呢，无论是纸本、网络、影像或声音，或若是传达不实的资讯呢，将会失去顾客的信任。再来我们谈谈如何了解顾客的风格，你对人类行为的观察有多在行呢？如果你能够仔细观察或倾听顾客，那你就会发现一些线索，这些线索可以协助你找到跟顾客建立良好关系的方式。那透过呢调整你的这个沟通方式跟符合顾客的风格，这可以增加他们的舒适感，并可强化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记住有句谚语啊，就是物以类聚。那么人们呢会被相似的一个人呢吸引在一起。透过观察跟倾听呢，我们可以了解顾客是何种特质，是视觉导向呢，声音导向呢，还是感觉导向。那么视觉导向顾客呢通常可见的是表达与陈述。那么例如呢，这类客人常常有一些评论，可能是关于手机的外形设计啊，网页的这个画面颜色配置啊，还有这些客户。所以呢，在跟这些客户在介绍产品的时候，要让他们知道实际的一个产品或照片，并且能够示范如何的运作或操作，展现他们的特色。那么声音导向的客户呢，则比较注重听与说的内容。那么透过交谈的方式来讨论他们的需求跟欲望，并借由提供产品的操作资讯呢，让这类的人呢对产品有更多的一个认识。那么感觉导向的顾客在做决策的时候呢，他们就往往依赖视觉啊、味觉啊、听觉啊、声音、气味啊、或者是一些触觉等等。那当一个产品的选择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去闻、去听、去试、去吃、去触摸，那么以感觉这个产品是否符合他的需要。那么感觉导向的人喜欢以尝试的方式呢来选购产品，如果你给他们尝试或体验产品的机会，那他们呢通常会比较满意。再来我们谈谈下一个重要的这个要点呢，就是有关于顾客的个性的问题。
那么根据心理学研究呢，顾客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这个亲切型、表达型、分析型和行动型。虽然每个人呢多多少少具备这四个类型的一个特质啊，但多数人都可以被归为其中是哪一类。我们首先介绍第一个叫做亲切型个性的。那么具亲切型个性的顾客往往是友善的，一表同意的，那他们喜欢在商业行为之前呢先有关系的建立。那这类的人呢具同理心且善解人意，并乐于分享自己的想法跟感觉。那他们喜欢不具威胁性并且友善的一个环境，他们不喜欢冷冰或者 无聊的一个细节或者是一些这个环境。那而这类的顾客呢通常很快就形成购买决策，而这些顾客的一个特质呢是具有外向性还有社交性的一些外显型性个性。那有些形容词可以来描述这类的一个顾客，像和蔼可亲啊、耐心啊、有忠诚啊、同情心啊、体恤啊、信任、平易近人等等。那第二种个性呢我们叫表达型个性。那么具表达型个性呢也是有具有外显性格，富创造力、冒险精神、热情，那么寻求乐趣以及喜欢社交。那这类型呢虽然有些点子，但是却没有能力呢将这些点子透彻的规划的全方面来执行，所以这类人也几乎不为他人的一些关注，所以他们常常把这个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做一个最好的倾听者。所以呢他们的购买决策会比较缓慢。有些形容词可以用来描述这类顾客，像易冲动啊、有影响力啊、迷人的、自信的、积极性、生动型等等。第三个呢是有关于分析型顾客。那分析型顾客的这些客人偏好思考，那他们希望呢有这个足够的资讯让他们根据这些资讯来做决策，所以他们是细节导向的，具系统性、良好的组织性以及呢深思熟虑的个性，所以他们需要较多时间来做合理的一个理性决策。那他们的个性呢就倾向于内向性格，这意味着他们在专注于内心的思考。第四种呢是行动型个性，那他们可以把此类的个性呢视为是导演，那他们善于规划跟实践，具有行动型个性的呢较为专注，那么较易建立一个目标依归的一种行动导向的特质，所以他们往往是果断的、直接的，并且会实际采用行动。那么他们具有内在的一个动力来获得成功，他们会想要立刻得到答案并快速做决定，所以他们通常讲话速度比较快，不啰嗦，直接呢切入重点。那么行动型个性的呢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跟人来建立关系，那他们会直接找到解决的方法，那他们通常认为呢是正确的，那么而且他们往往是内隐的。那么有些形容词我们可以来描述这类型的个性的客人，那包含呢问题解决者，直接、果断、自信，那么勇于承担冒险，那么具有坚强、有竞争力、独立性以及结果导向等等。最后我们来谈谈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欢迎抱怨。那么顾客的投诉跟问题的发生呢都会是商业活动中的一部分，那需要呢被这个处理跟解决。那么如果你的客户让你觉得你努力解决他们问题，那么他们较容易呢来宽恕你。通常呢你做的越多越努力，他们就会尽量避免站在你的对立面。那么如果他们愿意抱怨，就意味着其实呢顾客是愿意再回来的，因为他有些不抱怨意味着他就离开，就不再理你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大概上到这边，那么谢谢同学们的收看，再会。